我们的舞台上，我们有请张宏硕选手，欢迎。那我们要先请选手呢，跟我们现场的玩家以及到我们线上收看直播的玩家打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石宇。石宇，今天呢，我们要在现场进行的是自选曲跟指定曲的部分。你平常喜欢跳什么样的曲风？嗨的。嗨的，是不是？就是越嗨的歌，你越喜欢跳。对。所以今天你的自选曲应该也是选嗨歌喽？对，非常嗨。非常嗨吗？好，有没有信心在今天拿到很好的成绩？我跟第一位抱持态度一样，就是大家玩得开心这样就好了。对，玩得开心，因为其实你从一上台就这样笑笑眯眯的，我觉得也是享受这个游戏的过程。好，那你准备好了吗？对。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就进到我们的选手选歌自选曲的部分。好，刚我们选手说他的自选曲选的是嗨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选手自选曲会是哪一首歌。Bawiłem grubo się w Ameryce, USA. Gdzieś pod palmami raj, mówili jedź, bo tam podobno życie. To był przepiękny czas, życie tętniło w nas, pamiętasz miła? Lecz na ojczyźnie właśnie nam się przydarzyła. Miłość, miłość w Zakopane, polewamy się szampanem. Rycerzem jestem ja. Tak piękni ty i ja, szczęście nadpływa. Choć na parkiecie tłum, dzisiaj oprócz nas nikogo nie ma. Cześć to Sławomir, a w tych ramionach Magdalena. Miłość, miłość w Zakopane, polewamy się szampanem. Rycerzem jestem ja, a ty królową nocy. Miłość czarzy twoje oczy, rozpędzona jak motocykl. Hej, wypijemy syćkie drinki aż do dna. Poranek jasny świt, głowy leciutkie, bo to przecież góry, to przecież góry. Na niebie słońce lśni, ty jesteś dzisiaj i przeganiasz chmury. Buzi mi teraz daj, a potem więcej, gdy będziemy sami. Bo od wieczora, baby, znowu zaczynamy. Miłość, miłość w Zakopanem, polewamy się szampanem. Rycerzem jestem ja, a ty królową.哇，掌声谢谢我们的选手，这是我们自选曲的部分。好，相当动感的一首歌，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哇，13086分，相当高分。那这是我们自选曲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官方指定曲。那我们的总积分呢，会是自选曲加上官方指定曲呢的总分，来评断今天的一个名次。那我们让选手呢，在这个很嗨的歌曲之后，先稍微喘一口气，好，深呼吸。我们现在官方的这个指定曲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加油！
谢谢我们的选手。稍微深呼吸一下，深呼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数。哇，你的指定曲也是非常非常的嗨，非常的动感。来看一下我们的分数是，哇，13100分。我们来问一下这位选手，这首歌你有跳过吗？有。有跳过，知道这首歌就是非常的累。对。但是你还是笑眯眯的，就是完成了这场比赛。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选手，谢谢。好，稍作休息一下，喘口气一下。哇，真的是相当的动感的两首歌哦。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我们今天呢第五位参与我们决赛的选手。在这阶段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徐子勋选手，欢迎。哇，今天有应援团哦，我们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小新。小新今天要来参加我们这个决赛，有没有信心拿到好的成绩？我觉得就是放开来跳就好了。那你平常喜欢跳什么样的歌？其实什么类型都跳，就是。什么类型都跳，是不是？那今天你的自选曲是什么风格的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有点像骑士的风格。哦，骑士的风格，好，那你准备好了，对不对？好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就邀请到我们的选手为我们带来自选曲。
谢我们的选手们带来的自选曲，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数是。好，比较骑士的风格，这个分数会是13130分。哇，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官方指定曲喽。今天是两首歌的加总总分呢，来评断今天的名次。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官方指定曲，来看一下会是哪一首歌呢？好，我们让选手稍微喘口气，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官方指定曲的部分。谢谢我们的选手。哇，第二首官方指定曲比较轻快活泼的感觉，来看一下我们的分数，让你先喘口气，12780分。对这次的表现有没有这个满意？有满意，因为刚刚自选曲分数也蛮高的，对不对？好的，那我们待会呢会由工作人员帮你协助呢进行加总的重要的颁奖时刻，马上先来为大家公布一下，在今天呢，六组进入到决赛的个人组，得奖的
冠军、亚军以及季军分别是谁呢？我们请看一下他们的积分。好，恭喜在我们个人赛的部分呢，获得了我们的季军是我们的徐子勋25,910分，亚军则是邱逸伦26,098分，以及第一名冠军恭喜的是我们的张宏硕26,186分。其实分数都非常的接近，请大家掌声给我们今天到场所有的这个个人赛的参赛者。好，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马上就要先邀请到我们的颁奖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进行颁奖。在这个阶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Four Gamers 的营运长 Domingo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欢迎。好的，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就先来邀请到我们个人赛的季军徐子勋来到舞台上，欢迎你。恭喜获得我们的季军，这一次的这个对手都相当的厉害哦，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今天的每一位选手都是乐在参加这一场的比赛，获得的是我们的奖金10,000元，恭喜是我们的个人赛季军，掌声恭喜他。好，我们官方摄影师这边有拍摄到照片吗 ？OK， 好，那我们请季军这边先稍待一下，谢谢。接下来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积分26,098分的亚军邱逸伦，恭喜你，恭喜，恭喜我们的亚军可以获得的是奖金30,000元。好，看一下我们的中间官方摄影师的镜头哦。好，这边谢谢，恭喜阿伦，我们这边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掌声邀请到的是我们26,186分总积分的冠军张宏硕。哎，我们怎么戴起了口罩了呢？OK， 好嘞，恭喜你，我们的冠军获得的是我们的奖金50,000元，恭喜你。好，来这边再拍一下，谢谢。好，那我们请亚军跟季军一起入镜来一同合影好吗？我们冠军站在中间，那我们一人一边，谢谢。好，朵米可不可以站在中间？没关系吗？好，谢谢。好，我们一样看一下官方摄影师的镜头。那也请大家再一次给我们冠亚季军一个热情的掌声，恭喜他们！其实今天每一位选手的比分都相当的接近，非常的厉害。在我们虽然没有得到我们前三名的名次，但是也是相当优秀的选手。好，谢谢，再次掌声恭喜我们台上的得奖的选手，恭喜你们。